六龟乡桥大地桥都断桥了，埋十几户民宅，我在旗山国中的灾民，躲在旗楼下，一个挨一个。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年的风灾，带走了我们的家，我们的马路、学校和每一个人的笑。那时，高雄到六龟的路被吹断，但有一个人。 还是每周花5个小时时间来回，叫我们把嘴巴张开来，大声唱歌。今天第一堂课，你们就跟着我唱。哦哈咿耶呀，咿耶呀，哦哈咿呀吼呀，预备，来。 没关系，我知道大家都有点害羞，你感觉到什么你就把它唱出来嘛，生气啊、愤怒啊、想念一个人啊，什么都可以，不要憋着，我们把它唱出来。很好，把它唱出来。嘴巴张开啊，再来一次，哦嗨耶啊！哎，嘴巴张开啊。这个人不是我们的音乐老师。 他是最喜欢叫人把嘴巴打开的牙医。要不要能量的光线？要啊，随时就。哎，你们在休息哦。段考考怎么样？陈医师常常说。 口唱心和，想把能量激发出来，就要把我们的心都聚在一起。我们常怀疑自己，真的能带给别人力量吗？但陈医师说，正因为我们的生命经验比别人更特殊，所以我们的音乐才能有渲染力。来。 开始是为了我们自己而唱，后来我们的歌声开始越传越远，甚至传到我们从来没有去过的地方。吸气。 Yes, OK, thank you. 剩3分钟喽，大家加油。 Yeah.
感觉到什么你就把它唱出来嘛，生气啊，愤怒啊，想念一个人啊。陈医师教我们用音乐疗愈自己的痛苦，渐渐的我们开始能带着这份同理去疗愈更多人，为他们唱出生命的味道。对我们来说，这才是最棒的金牌。这些年过去了，陈医师还是一如往常，总是温柔地说，来，张开嘴。看一下这边哦，那你刷牙的方式就是要这样子，这样子。正三角的 ABC， 它边长为六。风暴总会过去，伤痛或许不会。两点在 BC 之上的话，可是没关系，只要我们张开嘴唱歌，张开嘴大笑，张开嘴就有力量。这些年来，也有许多人默默为需要的人付出，让更多人相信温柔也能累积成想不到的力量。把嘴巴张开啊，come from 孩子们，他们用歌声带着我们这群老师们去了这么多的地方，我很开心，我被需要了。